六七八二二三四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今天我们还是来文艺复兴一波啊，我们来学 Tiara 的 Sexy Love。从最开始，从后面站，然后左手这样子搭着旁边，他们站一排啊，然后搭住旁边人的这个肩膀这地方，从后，从后面，然后我讲动作我就冲前了，不然从后面收不到音。好，先是动胯，胯往右去扭，一二三，第四拍的时候胯往右扭，先蹲下去，然后往右去提胯，提起来，这样感觉啊，一二三四，继续五六七八的时候往左。八拍的时候往左，继续二二三，二二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冲后面，然后直接从左侧转身，转到前面。这个时候左腿在前，右腿在后，直接往后扭胯，慢慢站起来，是这样一个感觉。所以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好，这个是三个胯啊。五六七，调整位置。八的时候，自己摆一个类似机器人的这种手势啊，怎么摆自己随意。你可以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或者换一下，或者这样，或者这样，怎么着都行。就是把自己想象成是机器人的这种感觉啊，机器人的手是这样的感觉啊。所以说，哎，摆一下，哪手在上，哪手在下无所谓。但是你这个动作摆到位了以后，下面一拍这动作。你就要是换，就是不要跟第一个动作是一样的就可以了。好啊，五六七八，八的时候摆到，然后这块呢主要有一个脚的这个脚步的问题啊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脚尖脚跟这样子倒脚的这样的脚步问题啊，就是咱们先拿左脚的脚尖着地，右脚脚跟着地。你看，左脚的脚跟可以抬起来，右脚脚尖可以抬起来，往你的右侧去，哎，转脚，同时再收回来，有点内八字的感觉啊，内八字的感觉，把你的脚跟脚尖两个脚换一下，变成左脚脚尖，右脚脚跟，这种感觉，哎，这样的感觉，踏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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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的感觉。就是你做的时候不用说把脚尖脚跟抬得这么夸张啊，我是为了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，所以把脚尖脚跟抬得很夸张。如果你做的话，就直接这样，可以类似于在原地这样子蹭着这样子跳就可以了，只要把你的脚尖脚跟的重心去倒过来就可以了，方向就是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，这样子去倒就可以了。按拍子来啊，五六七八，摆好手以后，直接先往右边转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第四拍的时候换一个手的方向，比如说你开始是这样，换就换到这儿；如果你开始这样换的话，哎，就换到这儿，就是把你的两个动作镜像去给它摆出来就可以了。脚的位置也是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继续动，五、六、七。八的时候再换一个手势，你可以捂嘴，或者摆成其他你觉得像机器人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再继续动脚，二三四的时候再换一个手的位置，五六的时候摸头，左手放下，右手摸头，同时转胯，左后右这样子的方向摸头转胯过来以后，七的时候，两个手啊握拳，往你的右侧拿一点，往左转过来，这个是手的动作啊，从右边拿到左边。腿的动作呢，哎，往右边抓的时候，你的右腿膝盖往里面去扣过来，把你的整个身体感觉，你想象一下，你这块有一圈那种杆，就是那种跳舞练的那种把杆似的那种感觉啊，把住以后攥住它，把自己的身体转过来，是这样，抓住这个把杆啊，然后把自己身体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所以腿呢也从右腿弯变成左腿弯，身体也是从正的
变成了侧边这样一个感觉。好，这个就是前面第一段啊，一共是四个八拍的内容，有一些难点啊，前面这个脚啊什么的，然后手也是，在你动脚的时候，手尽量不要去动，想象自己是机器人嘛，机器人这个手是不会乱晃的，像人一样弯曲啊什么都不会，就摆到位就卡住了，哎，哎，哎，摆到位，咱们就不要把这个手去晃它，就卡在这儿就不要动了。好，第一部分就是这些内容啊，后面如果大家想继续学的话，扫我们旁边的二维码进店购买就好了。第一段我们来听一下音乐。